Celebrate, feel your man, just be right, I'm so fun. Oh, maybe you're okay.1月16号晚间，在首尔时代广场举行了电影《The King》的红毯 VIP 试映会，主演赵寅成、郑宇盛、柳俊烈、裴成佑等人首先出席了红毯。主演们一登场就受到了粉丝们的热烈欢迎，演员们也是为从上午开始等候的粉丝们一一签名、拍照留念。赵寅成更是拿着写有柳俊烈的名字的横幅大秀一场，展现了赵寅成和柳俊烈的深厚友谊。电影《The King》的华丽阵容在上映前就受到了粉丝和媒体的热烈关注，赵寅成这次更是进刷花店，时隔9年回归大荧幕。该剧讲述了拥有权力而成为检察官的一名男子，利用黑帮出身的朋友及与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的前辈检察官之间所发生的故事。赵寅成在该片中饰演渴望获得成功的检察官朴泰珠。据悉，该剧于1月18号在韩国上映。主演们红毯仪式结束之后，圈内好友们也陆陆续续赶来为电影加油助阵。在《请回答1988》中和柳俊烈结下缘分的惠利亮丽的出席了红毯，为柳俊烈这次主演的电影助阵。第一场雪下起的午后，想和你分享感动，却只沉默对着话筒。转眼一年又悄然就过，对你的留恋沾满心中，是寂寞喃喃对自己说、哦、时光的倒流，回到那一年相恋的感觉，一切是否会变得不同，也只能说梦的念头，但也许能够看着你的泪仿佛责备我，下了脸不留都无话可说。从 SM 娱乐公司离开后，转到郑宇盛、李正宰公司的演员高雅拉今天和李正宰高调的亮相红毯，为同公司的老板郑宇盛的电影加油助阵。红毯嘉宾中最受瞩目的还属 EXO 成员苏后和世勋，两人一登场现场就不受控制，两人露出迷人的微笑和粉丝们点头打招呼，礼貌十足。일단저랑정말친한준열이형그쵸응원하고그리고또우리같은멤버인도쿄형수씨의정말사랑하는형이
인성이형조인성씨조인성선배님응원하러왔습니다 네, 네이번에더킹정말대박나서화이팅네더킹대박났으면좋겠습니다화이팅